得这件的死因并不单纯啊，我们家属是合理怀疑本件有高度的他杀嫌疑。那在目前检察官的解剖结果还没有出来之前，那家属其实非常的担心，因此我们非常谢谢高医师愿意出手相助，然后来确认一下说死者的死因这样子。家属是担心嫌犯会有灭证的关系，所以是才想赶快请民间的或者其他的法医来赶快来做相关的处理。对，我们当然是很谢谢所有的检警在这段期间努力的帮我们收集证据这样子，我们都非常谢谢。那但是我们觉得说，如果有更多的人一起来收集证据，然后由高法医的专业来检查我们弟弟的大体的话，那相信对整个案情也有更多的帮助。是，我想问一下，你们目前就已经走进那个司法的部分了嘛？那嫌犯就是下姓男子的部分有跟家属来做什么样的接触，或是有表达什么样的想法？很抱歉，他目前完全没有跟我们接触，也没有对我们表达任何的想法，也没有来灵堂上香致意过，完全没有。意见就是我第一点声明是说，我们非常谢谢高法医愿意来帮家属厘清真相。那我们聘请高法医来为我们厘清真相，并不代表说我们质疑检察官或者是质疑警察能力，我们并没有这个意思。我们只是希望说从不同的角度，然后更多的专业进来这个案件，然后厘清更多的真相，并没有要跟检警体系做对抗的任何意思。那另外就是刚高法有提到说，从九楼到二楼是不是会有嫌疑人下男的指纹，以及第二个死者的体内是不是有特殊的毒物反应，这两点律师都会另外在具状向法院申请证据调查。